老师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磊哥，我是谢金卡。OK， 我是磊哥，在这边要特别介绍我们的棒球队。首先介绍我们的当家投手，英俊潇洒，却不是那么帅气的石头。大家好，我是武德棒球队队长，然后我是投手石头。啊，我是很可爱的捕手胖子。大家好，我是一垒手 David。大家好，我是武德棒球队二垒手 Lucky。大家好，我是武德棒球队的游击手 Loka。大家好，我是武德棒球队的左外野手银少。大家好，我是武德棒球队的中外野手孝雅。是的，武德棒球队让大家看到在球场上没有在认真的练球啊，烤肉的烤肉，打电动的打电动，请武德棒球队集合。来，工作人员赶快把他们这个摸鱼的这些所有的烤肉架还有电视给收起来。也请武德棒球队跟全场的贵宾还有媒体朋友一起来招呼。Yes。也同时要欢迎徐磊老师以及童老师，还有韩家宝，台上请。谢谢。欢迎徐磊跟叶荣。好的，请徐磊老师带领的武德高中的棒球队，先跟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先问个好，好吗？好的，各位现场的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磊哥。那在这边呢，很荣幸的跟我们这个武德棒球队，还有我最心爱的爱人，还有位不是太有关系的一位朋友们在这边，那么再度，他是生活补给品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对，我们跟他之间呢，只有商业利益上面考量，其他一点友情是完完全全没有。在这边现在再次向大家说声中午好，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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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童老师跟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美秀。其实不要不相信，我就是童雅柔。嗯，好心虚。对，然后今天看到大家来，好高兴哦。然后我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了。刚刚这样介绍，一一介绍有记得了。然后其实我们还有别的团员、别的球员，但是因为当兵的当兵，然后就不能入境。不然其实我们有十一位成员。是，来请韩家宝。哎，大家好，我是韩家宝，这名是 Freezer 的老板，但我是用五哥最爱的。就是徐磊老师最爱的韩家宝，好不好？请大家多支持我们电影。自我介绍尽量简短一点。OK， 是。好，谢谢。好的，我们先来拍一个合照哦。来，请那个福利社老板中间站在这个童老师旁边，然后来站童老师旁边。你站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棒球队怎么样振兴他们的士气？来，左手边下方。来这边。好，正中间。好，右手边下方。郑东杰，我是游击手洛卡。我虽然腿最短，但我跑最快，怎么样？很好，你看我们的名字完全符合角色。来，接下来，大家好，我是孝雅，韩孝雅。没有什么专长，就家里有钱一点。哇，好希望有这样的才华哦，家里有钱就好。大家好，我是左外野手龚英少。那我的专长呢，就是陪我们的家少牙打电动啦。是的，所以呢，这看到的是还没有被整顿过的这个武德棒球队啊。来，请徐磊老师，要不要先跟我们快速分享一下，你从在这个街头用行动支付来换取你的生活费，现在重新回到校园，要重新当老师的心情？情愿再回到街上当行动支付。辛苦了。这次非常的辛苦，这次不管是之前跟之后，尤其是这次遇到这个棒球队，简直就是集天下之糟糕之大成。是，对对对，其实教我觉得教乐色应该都会比教他们来的强，教乐色都比教他们强。对对对对，他比玩死还要玩死，真的很令人头痛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要辛苦童老师了啊、哦！童老师在徐磊老师还没回来之前，你把这些乐色也经历一番整理之后，还要回收，对吗？对，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相信台下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真的，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打棒球，是，然后去练习的，但练习时间不多，你看练习都从小到大，他们不会，所以因此在里面呢，他们也受了很多的伤，
对，这看我看的会比较心疼。对，就是为了艺术而牺牲嘛。但是美秀其实受伤受的最严重的。怎么样？对，他的就是这个，他的右肩膀一直到他的右胸这边，因为被球打到，但是他稍微的、哦。不好意思，磊哥没有胸。哦、没有是啊啊，是是靠近太接近了。只有手，他只有打到手。五分钟之后立刻就跟导演说，他可以继续。你跟我一起今天会补手。对哦，都、就是一。屁！我帮你讲出来。跟你讲哦，我不骗你。我那天刚好是一个我主审嘛，我就在他捕手的后面。然后呢，我根本不知道，你知道，我当那个球，我们那个是机器的发球，是，所以那速度是100多。当球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还这边装得很震惊哦。哇，那球来了，好了，我就看到他活生生的往那边跑，然后我就跳胖。天哪！你说胖子他居然没有敬老尊贤，直接让球 K 到你。对，他躲得好快，然后看我一眼。然后我就刚好看到他看我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了，是已经到了，然后我就全部都黑色了，对，开始狂哭，太痛了，太痛了。你看就知道我们的资深前辈为了这个王牌教师麻辣初级做了多少的牺牲啊、哦！好的，先请这个徐磊老师帮我们报数一下好不好？我们要再让所有的棒球队向前一步，来，去哪呀？你太老了，你走，开始报数，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对不起，欠揍就知道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是完全重现在电影当中戏里面的，对，还没有整顿过的伍德的棒球队啊、哦，来向左转，好，来老师们也要向左转哦，好，来向左转，来跑步走，是的，刚刚看到的是伍德棒球队有这样连上，还有在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精神上都带给大家最完美的演出。好的，我们要请伍德拉拉队准备好喽，再给大家精彩的队呼，请伍德拉拉队的队长帮我们发号施令，开始。先打个招呼好吗？用最有精神的方式哦。好的，各位现场的嘉宾们，大家好，我们是伍德拉拉队，一二三四，伍德伍德要伍仔的，伍德伍德要伍仔的，谢谢谢谢。好的，我们先一起拍个大合照好不好？来，请就拍照位置集合，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下麦克风。好，来先看正前方。好，拿出啦啦队的精神哦！来，请九位先看你的左手边下方。好，大家好，我是伍德啦啦队的队长安妮。基本上我是校董的千金，所以呢，我很有钱，而且我非常讨厌笨手笨脚又不会跳舞的人。对，我在说我左边的左边这一位，就是你。刚刚是在讲我吗？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韩可儿，没错，我就是他最讨厌的人。但是呢，光有外表跟金钱其实不够的，我觉得只要你坚持下去，努力，梦想就会实现。是的，好希望也有外表哈。来，请小乐。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小乐。基本上因为我很聪明，我也讨厌笨蛋，所以我讨厌韩可儿。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安妮是我们的队长，所以我一定听他。谢谢。天哪，有这样的队员也太幸福了吧！队长讨厌谁，谁就被讨厌。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琪琪，我是安妮的贴身小跟班，也是我们小乐最好的姐妹，当然最讨厌笨手笨脚的可儿了。是，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子子，我也是安妮队长的小跟班，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们都听他的。天哪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 Yuna， 但。我们的队长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了。好，大家好，我是伍德拉队的依依，队长讨厌谁，我就讨厌谁。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小凡，那我们就是队长欺负谁，我们欺负谁，队长骂谁就骂谁。哇，好有团结力的伍德拉拉队！来，我们看老师的脸已经变了啊、哦，陆小曼老师。大家好，我是伍德拉拉队的指导老师陆小曼。基本上呢，队长讨厌谁，我也不敢忤逆他。哎呦，好辛苦的老师，不是，
老师也是领校董的薪水，好不好？所以这个啦啦队，大家会发现，其实基本上我在里面，不太能够去管太多、干涉太多学生们私底下的小行为之类的，但是我适可而止的还是有出来保护你一下下了，对，就是安慰，就是他被骂被打的时候就说，哦，你忍耐好不好，一切都会过的，是吗？大致上，而且你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啦啦队平均的素质都很高，所以由我这个指导老师来跳吉祥物，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了，对，实至名归哦。大家看到我们里面的吉祥物是一只鸡，鸟，是鸟啊，是鸟，不是鸡，鸽子啊，是鸽子啊。是啊，好，也让大家看到了武德啦啦队哦。那现在我们要邀请所有的老师，还有棒球队的这个队员，我们的主演们，徐磊老师，还有童老师，还有韩家宝，好，还有小曼，小曼在哪边？好，这样啊，好嘞，稍等一下啊，我们把匾额拿到中间哦，来，好，请看正前方，好，待会儿我们要一起呼口号哦。出武德高中的精神，来左手边下方，好，在一起，我们大声的告诉大家几月几号播出哦，所以三二一之后，大家一起大声喊出8月30，青春真伟大，3、2、1，8月30，青春真伟大，耶、yeah, ，谢谢武德高中的棒球队以及武德高中的啦啦队全员集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暖身时间喽，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同学们的精神啊，球队也好，或者是这个啦啦队也好，在暖身的时候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跟训练他们的过程？在啦啦队的，在这个棒球队这边的话，是一定要跑步，是一定要跑步，一定要跑步，然后呢，要把自己的那个肺活量把它调整好。是。那在啦啦队这边的，我想他的这个柔软度跟热身的话，其实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陆小曼。陆小曼本身听说在念书的时候也是啦啦队哦，真的、啊？对，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是，来请啦啦队的指导老师，谢谢磊哥，因为在磊哥的那个指导之下，他告诉我啦啦队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说胸部的、什么、腰、臀、OK 都要，对对，都需要充分的暖身到，是，以免在加油的时候会有一些肌肉拉伤的行为。哦，真的，所以你看我们武德高中啦啦队，我们的英文字母就已经告诉大家他们的条件了，对不对？对，哦，太好了。好，来请这个童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带领这个棒球队怎么样可以迈入成功呢？其实我觉得有心啊，是，对。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都没有心，到后来真的很有心，真的让我感动。是，看戏之后你就知道，慢慢慢慢渐进的，然后就变得好棒哦，让我觉得说这些人的辛苦真的是值得。对，我们看亚荣老师哦，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不好教哎，对不对？女生来教男生，其实用喊的，真的很辛苦。那阵子喉咙真的是有一点点要靠保养，真的，不然每天这样喊又冬天。然后啊，其实我争取的是啦啦队。对，刚刚讲说有胸我也有胸，有胸，有腰我也有腰，有臀、哦、我也有臀，你都有，我都有。对不对？我有跟叫那个导演讲，导演说应该不缺了。对，因为他想说，因为我们有排一些位置啦，就是如果要再卡一个进去的话，可能队形会改变。哦，对，但是我在里面，我真的有跟他们一起跳，真的，因为你是，我看你可以当他们的舞蹈老师啦，指导老师。对，没错，对不对？这是真的。要不再得，我觉得你扭的可能会比他们更精彩一点哦。好，来，福利社的社长，来麦克风给你一下，来这边这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社长，要带给不管是棒球队跟啦啦队什么生活上的补给吗？没有没有，他们需要什么我都给他们。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对对对对，所以反正就是都算在磊哥这边就对了。哦、真的。对，他不管要什么都跟我要钱就对了。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位这么资深的前辈来在现场，要让这个啦啦队跟这个棒球队，我们来进行非常重要的暖身时间，好不好？啊、哦，来，我们请这个老师，我们往这个啦啦队的地方靠近一下下，可以满足磊哥的需求。不是需求，磊哥的那个镜头上面，那磊哥站中间嘛，磊哥站中间嘛，对，好的，你就把你私底下的状况表现出来就真的好。来，那我们站到最旁边一下哈。好的，我们现在开始要拍出这个第一组哦，就是刚刚上台的动作最慢的哦，一个。